大家好，咁我叫彭志亨，我今年读紧澳门大学大三，全部系啦。咁我而家踢咗波应该都有15年到16年啦。我而家效力紧澳门丽池足球队咯。足球吸引嘅地方，我觉得咁可能因为我真系好细个就已经开始踢波啦，就我就觉得变成咗个习惯咯，同埋足球可以带俾好多欢乐，同埋识到好多朋友啊。如果出去比赛就可以遇到其他唔同国家嘅人啊，咁就可以即系分享下大家嘅经验啊嗰啲咁。以前都系跟代表队啊咁出去集训咯，都系上大陆啊、足寮或者系咯，都系嗰两个地方。反而上到去，可能因为两课都系场地嘅训练，佢体能就唔好多咯。如果体能训练就，因为澳门我哋都系用跑道嚟操体能啦，咁澳门就会操体能会操得金啲咯，我觉得。奥运嚟讲啊，咁可能我本身中意巴西国家队啦，咁我都会偏向支持巴西 U23 嘅，因为佢今次系即系奥运系派 U23 队出啫嘛。我觉得德国咯，因为德国佢本身我觉得佢啲青训啊嗰啲做得好好嘅。咁仲有除咗德國，我覺得亞洲有啲韓國或者日本都唔可以提少啦，因為佢哋嗰啲青訓啊都係做得好好咯。我覺得日本隊、日本 U23 咯，即係日本 U23 係最強的，即係我對個隊嚟講，因為踢落佢哋真係，譬如好簡單，控一腳波啊，俾一腳波，佢都係做得好好嘅咯，唔會即係佢哋做得好仔細。譬如簡單面對面俾一腳波，佢都會做得好好，好認真咁做咯。